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某社区共有100户啦，那其中有50户订假报纸，25户订乙报纸，两报都订的有15户啦。那么他问说哈，两种报都没有订的，哦，假报没有订，而且乙报也没有订，那总共有几个人？那我们用排拢原理，就是全部啦哦，啊扣掉一个人，哦，订假报户，加上订乙报户，啊加上多少呢？两报都订的，甲且乙啊，我说正户正嘛，那零一二啊，这个全部有100户，减掉多少呢？订假报纸有50户，乙报纸的有25户，两报都订的有15户了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这两个相加是115嘛，减掉多少？这是75，零40啊，所以呢是40户。